我们大家一起来有请我们的Dato Lim上台来为大家致辞，有请。各位先生女士，各位同志，大家下午好。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这个维达通的推广。为什么我们会成立这个维达通的传销业？其实这个旅游业在全世界来讲，旅游业是每个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无烟工业，不管是香港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全世界都是很重要的。然后我们有这个豪华银鼎、银鼎假旗跟这个银鼎集团，我们也有一个配合，就是目前银鼎所有属下的娱乐业，就是马来西亚银鼎、菲律宾银鼎、新加坡银鼎、香港银鼎，还有这个韩国银鼎，全部的旅游的地方都我们在包装做一个配套。这个是对所有旅游业的人来讲，将来都有很好的优惠，包括娱乐业，包括娱乐业。所以我们在想着，现在这个社会上很流行着，就是互联网，这互联网，这个互联网的事业已经开始在跑着。那这个互联网的事业，如果能够跟我们这个银鼎假旗、这个Vitaxel啊、维达通配合，这个旅游业配合起来做好这个网络，推销这个旅游业，然后这个对未来的前景是很好的。如果这个能够，我们能够集合在亚洲，目前我说亚洲啊的所有的会员集合在一起，然后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价值是很高的。在两年里面，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创造起来，我本人可以跟你们讲，我们可以在香港上市。这个互联网，这个是很值钱的，都希望你们努力，你们努力。